欢迎收看，现在才知道又到礼拜三了。今天鸟屎不在，欢迎夏老师。耶、yeah. ！今天超快速带他。Hello， 夏老师很久，哎、欸，可以真的好久很久不见。我今天代替鸟屎，所以要用中分。他已经没中分很久了啦，真的。这样比较哎、欸，有鸟屎感，有鸟屎感。鸟屎感。晃来晃去，披头散发，就是鸟屎感。对对对。哎、欸，终于看到乔老师，所以好久没回来了，真的。就最近哦，半年了。有那么久吗？有吧，应该有哎、欸。我最近就不就是忙店里的事吗？哦，就淡水店啊，还是每周各开一家。我也希望可以海外没有就很累，其实开店这件事非常真的吗？就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你看我非常憔悴吗？有一点，对啊，略微醉。可是你一开始也是开第一家店，那开第二家店就感觉就差很多嘛。因为第一家没有卖销售那么多东西哦。对啊，我们光产品就玩具这种产品就有三四千这样。就第二家主卖的贩售的项目就多了，所以就对，然后就每一个东西你要点库存，或是你要进货出货啊。好辛苦哦！对，你看那模型漆颜料，这样一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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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几百种，也是。所以说，比如你卖两罐的话，你还要赶快去叫货，然后两新两罐。当然，我们会有安全库存量啊。可是就是每一个的在掌控啊，其实真的对啊，不简单啊。不然大家想来买的时候没有货的话，那当然就没办法做生意。对，而且很多客人会故意跑来问说，哎。我要那一只，就看我架上没放的那一只，然后结果你没有故意吧？哎、好可惜、啊，就是因为想要吧。对啊，没有你就会要花更多心力去想说，就要满足每一个客人的需求。就是、还有就是会不会那个进货量的差异也要去研究？这也是很大的一个压力，就是因为那个就是现金嘛，对啊，放在那边、啊。我现在的户头是零 啊，我的库存很多，这样。对啊，这样就会变成这样，很恐怖的，很辛苦。还有就是你也要去 sense 到哪些东西会比较卖，然后就可能要多一点。啊、就好像之前有一个动画，然后有一个其中一个角色是铁血孤儿，我不知道有没有。然后他天狼王卖的超好哦，然后结果不是出现一个主魔钢弹，然后预购的时候大家也很疯狂哦，结果动画里面把他画得很废。就临阵脱逃，然后就还有人留言说：“请问他这么废，我可以退订吗？”啊，废，哇塞，对，对，这也会影响，对，因为他在动画里面的形象，然后你喜欢他，结果他在里面、故事里面你不喜欢他，然后你就不想支持他了。对，然后他就不买了。可怜哦。然后更可恶的是，还有网友，因为我们现在很多那种店到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店到店取货、哦。嗯。他就退，他也不讲，他就不取货。这不去拿。然后变成人家多一多了。对，我们就成本会开销，比如说我们要运费过去，我们包装就是哎。真的，所以是麻烦，一定要去给我取货，拜托，跟我买东西，你怎么丢黑名单了？可怜，不会取货的那个都没有在听节目，他根本不鸟你。贝卡贝的观众一定是超棒的，快上密斯特桥买模型，马上开始宣传。你那边还真的比较便宜，我上次去收东西有收到。哦，对啊，就你是给大家的福利了，真的，对啊，就是刚刚靠你了，真的可以开个会员卡吗？哦，有哎，我们有会员卡，那我们可以各发一张，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到会员卡了，那网络上面订购可以用会员卡吗？你就直接打个电话，就直接说领蛋料这样。然后我们同事就会，我们同事他超爱你跟那个鸟屎，哎，真的假的？还有卤蛋，那我讲不就我就说我是鸟屎，我是鸟屎啦，我要这两台，我鸟屎给我一台主魔钢弹，反正你们很多嘛，真的。给我，我是鸟屎啊，然后十个一天十个，我是鸟屎啊，真的，我是鸟屎啊，对哈，对不对？鸟屎片，鸟屎里面优惠码，输入这个优惠码打是的，方便的是。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会说，哎，想要开个模型店，或是想要走向我们这样的方向，觉得说可以把兴趣啊当工作。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没有真的很难啦。你不管任何，你是模型店还是什么干嘛，你要其实各行各业都是啦。对啊，只是尤其是贩售，然后还有通路，就是你是进货的，然后你要再出去给对那个我们客户的那个真的超辛苦的、啊。对，而且台湾其实这个要抱怨一下，就台湾的市场就很多店家那个竞争，就像卤蛋说的，就一定要比低价，或者是因为大家都没有别的
没有别的服务项目，削价，大家就是削价啊。可是像我们有多元，比如我们有教学的服务，我们有比如说专业的知识啊，或者是我们有拍一些影片，就变成我们多余的这些成本，就我们要就是要吸收掉。对啊，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也不是说不好，但是大家的那个比较的习惯跟消费习惯，就只会看价钱。对，就比如说很少人会不一定是模型啊，可能对、啊、台湾的各个产业，对各个产业，如果你买车子，大家就直接都会看价钱，也不会想到说、啊、后续的或是维修啊，或者干嘛的，或者它的安全性什么，当然就比较不会顾到那么多。所以真的，所以一分钱一分货嘛、嗯。如果你觉得哎，乔、欸、这边怎么贵五块钱，可是乔治在麦卡贝开车一趟那么贵，好像也更好。那也不用他们来吸收，不是啊？乔治那边有人可以教学、啊，对、啊，而且你那边店面也有那个工具什麼的教室、啊，对啊，而且偶尔还会带丝袜结账。哇塞，太牺牲了吧？丝袜套头，今天丝袜。等一下那客人有说，哎、欸，那我看到不干净的东西，应该要打折吧？你还给我加钱，真的、欸？对啊，就。大家就有，所以总归最近就是，其实就真的不知道在忙了，就忙这些事啊。可是它的效益其实很低啦。哦哦，香。所以应该要早一点回来，那个才知道上真的，对，这比较实在一点，对，拼一些小子进去，哎、欸，对，削一笔，直接讲骗，那谁要进去啊？啊，不一定嘛，可能他觉得他没有骗。其实我下次可以直接带模型来卖你们就好，对不对？嗯、那也要我要啊，对不对？那有跟直销有什么两样？下次直接这个来现场卖。可是这个我就是我在百货公司看到，我超想买。你说这个东西吗？这种东西，那我拿去旁边那个比亚，没有放在那边，你去买。有，你不是百货公司看，不是比昂广场卖的、欸。这个是等一下玩游戏赢了才能宣传的，所以现在只能摆一摆。真的？有规定哦，有规定啊。我先讲一个嘛，反正其实没差啦，就是、没有啦。只是后面会有一 part 可以跟你讲，真的，先放着 OK。好，先我们会先聊个天。你刚刚就关心你一下，说最近在干嘛？因为真的没看到你。哎，你有没有开过直播卖东西？没有。现在不是有很多人这样吗？我本来想啊，卖那个鱼的，卖海鲜的，口神在卖，你知道吗？口神在卖什么？家行啊，对，家行也有啊。他在卖海产，家行生猛海鲜。统神，你是真的？对，海产。刚刚那个统神吗？对，统神。他在卖海产，你知道吗？我是啊，为什么在卖什么鳕鱼块啊？卖逍遥哎，这个海鲜是新鲜的。很多人做这些，是啊。你就可以准备一些，比如说煮馍，对不对？煮馍，很多。然后用果汁机把它打碎。卖果汁机，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看他就是这么废，重点在卖果汁机这样。他说：“我真恨透他，在动画里面表现那么差，我们现在就要惩罚他了吗？煮馍煮好，然后丢到果汁机里面把它打烂这样子。”哦，哎，不错哦，然后在卖果汁机，然后变卖果汁机，副业变成卖别的机器这样。真的哎，变弄成粉，把煮馍打成粉那样，再用扫地机器人把它扫掉。再卖吸尘器，对，扫地机器人很厉害很厉害，有没有气到不行？然后有。空气控制扫地机器人去把它扫起来，哦，什么都可以卖，比煮馍钢蛋还厉害的机器人，比煮馍钢蛋还厉害的机器人，是扫地机器人。不是，你搞不懂他卖的东西是什么？对，都卖啊，出现在画面上面都可以，上面都有连结。如果你家里已经有扫地机器人。那你就买煮馍钢蛋回去打碎，回去吹打碎，对不对？你如果用那个打碎，你就买那个调理机，对，都可以。看到他打碎那个榔头，还想买那个榔头。对你什么都可以买，对对，或者一整套买起来，然后就算你可能就是12,900这样子。开舞厅啊，之类的，是不是？而且身上还可以穿衣服，对，也卖那件衣服，这一件直接脱掉这样，对，原味这样闻一下，再送给大家。前50名来电，整个在脱裤子，其实可以试试看这种。直播就是不一样的方式，我想说是不是一定要卖那种东西的直播一定要咬槟榔，是不是很多人你要讲台语这样卖玉佩啊什么的啊，去做你买不？然后没有，他挂一个那个麦克風一堆猪这样的，还要挂麦克风那边叫卖，可以啦可以啦，好啦我们下次就做这件事。我觉得现在还是蛮多人会越来越，应该说越来越多人蛮喜欢玩模型，因为我觉得他们现在在推广。作品上面我觉得比较用心一点，嗯，你说动画作品，动画之类的啊，要么现在比如说网络上面也可以看，可是其实反过来看现在的小朋友啊，或者现在人，就是时间可能更少，因为他可以接受的东西更多，也是，然后他愿意花在一个事情的专注力就更少，所以可能模型会花稍微比较长，因为做模型毕竟还是手工的东西，就是其实像我现在上课啊，就有很多人就问我说，可不可以开一种超快做完的，我说这东西怎么快，我快不了。
对啊，就问我说可不可以超快做完，三块东西只要三个东西用起来就可以了。对，欸，这样讲也真的是，欸，因为大家现在不管玩游戏还是干嘛，感觉都超忙，啊，要一个快。以前我们小时候可能就一个电脑而已，一个画面。现在电脑还有一个 pad， 还有一个手机，它全部都一起这样。哇，还要怎么行呢？没错，对啊，没办法，现在就是，欸，真的哎，欸，厂商应该真的要开发那种就是一键十五分钟。其实我跟你讲，我本来正想要拍一个白痴的影片，就是有一个贩卖机，对不对？然后贩卖机你就投一盒模型进去，嗯，那其实里面做一个模型是要帮你速组出来，投出来可以啊，那肯定要多速啊，那了不起，要十分钟吧？对，没有，他可能就选好，已经旁边有他边做好的机体，你先投天狼王进来，他就直接丢一只这个给你。我，哦，靠，很赞哎，很快很帅。没有，那你直接买完成的就好啦，不一样，不是，就是为你要看也会有卖吧？就比如说做完的吗？不是做完的，就是说玩具类的，玩具类我们没有，玩具类在碰上去，我现在可能倒了，哦，我现在可能太多外面可能会有债主说，哎，你今晚看我这一只，对，因为那个东西太多，品相太多了。那如果你现在像夏天的话，有夏令营那些，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学生啊，其实有啦，这些，所以最近很多。那么累嘛，就是又要跑外面课程，然后又要微博哎这样，哎，暑假，然后后面有很多小朋友冲到店里，然后什么也没买，就跑出去这样，然后打弄坏东西这样，应该不会，我不会，你看他弄坏我的东西，我会弄坏他。哦，是，先打六个儿童，那就叫那种妈妈就带那种不乖的小孩去那边就好了。干嘛？为什么？然后就打他，你就把他打死，泄恨一下。但我应该很快要上新闻，这样也好，增加曝光度。好，好了，欸，最近好像台风要来了。哦，对啊，我今天中午去自助餐吃饭，才看到新闻说成型了。对啊，要从哪边上？哪边？昨天才说散了，今天又成型。真的，我不知道，哪边上来？不知道。我们来看一下，两个是不是，啊？我们看一下卫星云图。没有卫星，没有，没有卫星云图。就等下这跳出来，超专业。我们还在那个绿幕前面讲这个台风，这样这个路线，然后还要拍一个路线，然后还要提醒大家，台风天不要去泛舟。对，26号、27号、28号上去，刚好周末。恭喜你，周末毁了，运气超过分，你要买好电影票可以退了。好，今天呢有一个礼物，这个礼物是。给我的是老板娘给我的，我以为是这个，然后呢，你要打开跟大家分享，我跟大家分享，因为老板娘很见外，你知道吗？真的，她一直说，哦，老板娘买给我的，老板娘这派大星吗？不是啦，这方的啊，不是派大星，这是海绵，好像一个懒觉，这哦，这海绵宝宝，这海绵吗？就是一个，这是这个啦，小小兵啊，对啊，真的，我刚刚想说，没有啦，海绵宝宝吗？我们做，那你知道我们久久没来一次，就做点效果嘛，真的，就让我做点效果。不是那个老板娘之前有去出国的时候买了一个巧克力回来，然后我们吃，然后我就说，这个我在节目里面就说，这总吃起来像肥皂，然后老板娘就真的。觉得他买了肥皂给我吃这样子，所以但是其实是巧克力，其实是巧克力啦，但是它的那个味道就味道就有一点像，你也觉得像，对，我觉得有一点像，他可是他一直很 care， 但是真的没有关系，真的。那其实这个说他是巧克力还是肥皂，他是 care 说你想杀他。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杀我，哎，怎么敢？怎么敢？我们正精彩重播，怎么敢？怎么敢？所以哦，所以今天送这个其实是巧克力，不是？是吗？真正的巧克力。我看看，我看看。没有啦，谢谢，就是开玩笑，节目效果嘛，都看了，都看了这么多年了，知道我们只会做效果。那老板娘就是在说那个表情，就说我现在很不开心哦。我们现在不开心，真的不开心。你给我注意一点，给我注意一点哦，给你减薪哦。哎，这样跟你平常样子跟一模一样。对啊，真的还其实还蛮像你。你把它塞在你脖子的那个。对对对，你今天就这样，就塞进去，直接头直接头。对。我的衣服会被拉成荷叶边的，不会，不会啦。我反正现在那么多赞助，你怕什么？真的，再买一件。好，这样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好，那你用手把下面黑黑的部分遮住。你在？对。你用横的啦，靠背啊。真的还不错哎，真的有，好像你哦。对，就是你平常的样子。对。你在说路上走的时候就这个脸。屁的，脸太黄了吧？这个脸好怪啊 ！Fucking asses。好，我们来看影片了。第一个是萌萌系猫咪三次来按铃，就是猫咪是不是？哇，这应该是日本人拍的吧？那猫真的很好笑。哦，按铃，按铃还可以吃东西。
按哪里？按哪里？按哪里？其实他们动作真的很像小孩子，真的、啊，就好像那种可能一岁多一点，还不太会操控肌肉的。对对对对，然后可是就是想表现的。可我觉得他戴了那个帽子之后，看你跟他智障，真的，他是超可爱的。叮叮，对、啊，就还没来吗？那样，然后来的时候还要先用手抢钱。他刚刚是用手拿的吗？不是用嘴巴去舔。他刚嘴巴舔，可是有其中有一颗是就要用手把它抓过来，然后赶快吃这样，然后还去按别人的叮叮叮叮。真的蛮可爱的。可恶，想吃。我本来看了这影片，也想说试看看买一个铃回家试给我猫咪试试看训练之类的。我想说，哇，它是像是凌晨五六点一直按的话，我可能受不了。起来直接把那个铃就拔开，里面那个东西拿出来了。换它睡着的时候，你一直按、啊，就在他旁边。喂，起床了，起床，起床，不行，它会咬我。我家猫就是它每天在睡觉，然后我就想说偷摸它一下屁股，然后拍。他马上转过来打一下，哇！然后再继续睡，这样吃我豆腐，哎，好凶啊，好凶，好凶，猫哎，对，真的是猫，所以你才是他的宠物，对，嗯，还好，我觉得我们的那个地位还算平等，平辈，偶尔我需要他，偶尔他也需要我，这样还可以，还可以，这种关系是比较健全的，好像希望大家不要再当工具人或什么之类的，互相扶持才是好关系，好不好？交叉成长，没错啊。下一个是某某系。魔术方块可以这样玩，怎样玩？是怎样 ？Nice 他不会边滑边玩吧？那也太酷了吧！这也太厉害了吧 ！Alright, you can put me around. Oh, hit it! 他不会一只手吧？你单手解，单手可以解吗？可以，有些人做到，可是要够小。哇靠！哎呦，哇，左手快断了。前面那个是拉了很多屎，是不是？创前赛。太扯了吧！好强哦，又会解又会，他手酸了，手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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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太强了吧！真的会解，你们他应该是觉得滑这个太无聊，然后单纯解魔术方块又太无聊。没有，他可能是魔术方块的选手，可是每天练习觉得太枯燥，身体也不好。这是运动。你这样讲，我都边滑边组模型，太危险了吧？不是啊，你的模型都飞走了。然后组完，然后发现那个钳子插我头上。对呀、啊，你还要带钳子？对，那钳子全部都带、啊。不过他这样就解蛮久的、啊，意义不大吧？对啊，我以为是，他剪好久哦，而且还剪辑耶，他只是好玩而已，他是土豆飞走了，他从美国西岸一直剪到大陆那边，很夸张，太平洋还没剪哦，哎，结果差一点，差一点，结局是他剪不完，哦，觉得哦好累，他剪好，快剪好，用双手用好了，去，剪好剪好，哎呦，来把丢回去，丢回去啊，快丢回去 ，That's right。That's right、啊。然后等下再丢，等下再丢一颗过来。哦，是你哦。哇，好好玩，有点久，有点久。我也可能十五秒啊。对啊，之类的，就单手这样，然后换一手，呀，然后就解完了。你们会玩这个吗？我超不会。真的，我以前国中的时候练过一阵子，哦是哦，最快也要十五分钟，哦十五分，吓我一跳，我才十五，不会啦，可是十五分钟很厉害了吧？我有个表弟很会用这个，真的吗？我有个表弟很会玩这个，然后我每次都教他解到剩最后三个步骤，然后让我享受一下解完的，看哎好，我完成了，所以就会开心，解这种东西很好玩哎，是我觉得这很难，可是你要会解，刚刚不是有一个公式吗？对，它其实有公式。對啊、就是最基础，你真的不会的话，有公式在。那一般像他们那种特殊解法，就是另外一回事。他们那种是特殊解法，就是你有另外一个逻辑在啊，慢慢的把它敲好。可是你可以敲好，你可以跟着同一个解那个叫什么公式做，就一定解得掉。哦。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是把它贴纸全部撕下来、欸。真的，我也是、欸。真的是最基础。就撕下来贴不回去，就贴纸撕下来。我撕下来贴不回去，因为破掉。因为破掉就是颜色那一层被我撕掉，胶还粘在下面，然后整颗变白色，我就自己再把它涂全部都一样的颜色。OK，finish， 自己 finish， done。人家再扭一次，直接气到不行，因为那颗没有救了，再撕也没用了。只有你再拿一个就是新的贴上去就好了。你再买一颗新的就好了吧？哪来那么新的贴纸、啊？真的，那一颗要100块，可是很难哎、欸，真的不简单，会玩这个。而且这个就是什么，
三乘三的这种，好像已经是最基本的嘛。对，现在还有超多，对，还有五层，还有圆的，超多圆的，有一个菱形的，这样就很多的，难的要命，是好难哦。可是都很想玩玩看嘞。如果免费，我对这种超没兴趣。如果免费，哎，是魔术方块，我们今天就有魔术方块，免费的我就拿。看起来要偷渡玩具，偷渡你的玩具，真的还没还没，最后一趴，还没，我们忍住，好，忍住，好。下一个是《环太平洋二》的电影预告哦，哎呦，厉害厉害！What is it？ 听说变很多哎、欸，真的假的？这第一集的时候好痛哦，我觉得好痛那种意思。就是他一开始不是他哥被吃掉嘛，就是是主角的哥哥，然后他跟他的精神有连结，然后他就会感受到他被吃掉的痛苦。然后你怎么记得那么奇怪的地方啊？就是很真实。可是我都没看，我忘记结局。It's you, times a thousand, tall as a mountain, with a beating heart that burns. 他有出模型，你知道吗？有啊，这好贵啊！他的模型好贵。他变好像很虚，就是像钢铁人的，现在什么都里面钢铁人。Become the most heroic version of ourselves. 而且他的动感也太好了吧。变老很不机械，这是游戏吧？这是电影。电影二，环太平洋二。可是看起来很像游戏画面，很像 Titanfall 这一类的啊。我比较不太喜欢这样的机器人。真的吗？我觉得一的时候有蛮多机器人还蛮有自己的特色。哦，对，就是那个车诺比还是什么之类的，长得奇奇怪怪的。对啊，对啊，对啊，大家都有不同的各国特色。对啊，各国特色。它现在变科技味。它现在就好像是那种就是复仇者联盟还是正义联盟，全部都穿盔甲。哦，对，大家都穿钢铁装。而且他第一集结束以后，就剧情后下面不知道怎么开始。他第一集就是他把那个毁了嘛？对啊，他们那个传送门。就是第一集那样结束是一个很好的结束。他硬要出一个二，对，通常二就会出个平行世界或许好一点。就你说另外一个星球，对啊，也是同样，或者是同一个世界线，但是另外一边在做别的事情，不然就是人类自己打自己啊。哦，对，我觉得可以去围剿那些怪兽的星球，就回去，也太过分了，去入侵人家，对对对，看礼尚往来啊，对对对，也是，对对对。可我觉得有自己的特色，然后我还是比较喜欢机器人零零角角一点。可是其实我觉得真像那种科幻片，就不用想太多，就是去看它这样砰砰砰砰爽，也是，爽是那种机体设计，就好像前一阵子上的那个变形金刚嘛，很多人都会说到了第五集怎样，我说啊变形金刚不就是让看它这样变来变去就好，砰砰砰，那你看以前的卡通就好了，你还想要。太有剧情嘛，就是他就是这样啊，也就美女跟车，对对，你说那个变形金刚，那是变形金刚，美女跟车不是玩命关头，美女跟车还有机器人还会变形，还会变形，那最后会变成了冯迪索呀，对啊，那这个，我觉得他们机体这样改设计，感觉也是要卖玩具，你会这样觉得？卖周边，我觉得对啦，这样才要买，就是机体设计上。比较好出，我觉得。以前如果那种有大有小，然后奇形怪状，比较有系列化，它才可以延续出一个系列的感觉。我觉得，大家就收一套这样。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他们可能应该是。我觉得他们现在这种都会要考量到这一点，就可能电影本身赚不了太多钱，要靠一些周边。我觉得电影还是赚很多钱，可是他们想要赚更多钱，多方设。然后通常想要赚更多钱就会很累，然后就会像乔老师这样。不不，你只有一个人，早知道就好好拍电影就好。对，早知道拍电影就好。对。嗨。不过对，真的还蛮，我觉得那个时候看到《环太平洋》都觉得真的很帅，因为很少有机会在大荧幕上面看到巨大机械人做，而且它的比例很大，很大。对，你不是看那个比例尺，它其实超大只。对啊，对，就是跟其他机械人动画的比例去比，可能有哇20楼高，就是钢弹的好几倍啊。对啊，钢弹好像才6楼，五六楼，对不对？六楼高，三只钢弹站在一起，可能更高，可能更高，这样的，这么大还可以飞。还可以，而且是靠两个人在里面这样。可是，其实他在上一集的那个重点的场景，就是把整个角度拉到香港，就拉到亚洲这边。对啊，我是觉得还蛮就贴近我们的，好像离我们很近那种感觉。对啊，还有整个香港的港湾，然后就是他那个机器人回收的
对啊，基地这样，我觉得哇，好像真的会发生在我们亚洲这样。那就是，我就刚刚讲他那个机体是有各国的那个风格，感觉就超好，因为我就很喜欢那种，我很受不了那种就是。那世界上大家同心协力对抗外星人那种，那你应该玩废狗。你说你不喜欢这样的，我很喜欢，我很喜欢啊，因为每次都觉得干嘛、常常一堆芝麻绿豆小事吵来吵去，吵来吵去，哇，遇到这种大那个，然后大家就同心协力，有没有有向心力了？对，有向心力了，是好像比较感觉啦，感觉有点热血，对不对？不然就。一直会把自己的格局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但是遇到一个很大很大的那种灾难来临的时候，大家就还是要团结。嗯，有寓意，这个故事有寓意，有寓意，不错不错。我们敬请期待吧。好，下一个是导演 Tom Low 探索人类科技与自然世界关系的纪录片。我今天好卡痰哦，真的，痰哥哎。这是什么？他们在钓鱼吗？这是一种仪式。仪式？这星空是真的吗？应该是吧。你没有看过这样的星空吗？怎么可能？没有啊。听说美国那种比较没有光害的地方可以看到这样。小时候的可能吧。就是可能会有，甚至银河都会看到。这个他说这个是世界各地的风景，就通通都是真的。好美哦。这应该就是泰国了吧？有大象。对啊。除了泰国。应该就是波斯吧，超夸张！哎呦，这是台湾吧？伊利冯，真假的？是台湾吧？天灯啊，天灯不一定，不只有台湾有。可是刚刚那个、我以为这种破坏环境的事情，我以为这种破坏环境的事情只有在台湾，有没有到其他地方？华人社会好多哦，对啊，你看这样，哇，这个也太漂亮了吧！这个是像那个之前那个看见台湾那种感觉。我们真的都空拍的，真的是杜拜了，这也太空了吧？对啊，这个是合成的吧？这是动画吧？杜拜好像都是真的。这云也，这好高哦！这好像纽约。真的吗？对啊，刚刚我看到那个，就史塔克大楼嘛。史塔克大楼不是虚构的吗？这个大象在游泳哎。刚刚刚好六个额头。这也太帅了！这好像就是杜国辉拍的。他每一个截图都是一张艺术的画面，就是这颜色也调的太美了吧？摄影的力量，好美哦！我觉得比较震撼的是当下在拍的那个时候的，因为他是在那个空间里面看到眼前的东西啊。我是这极光哎！我想要看极光，我觉得这边比较看过的极光差不多可以。这应该不是独角兽吧？对，有点绿色。嗯，好美哦！就是那个老婆被人家睡走的男人头上绿色，好贱，太惊悚了。这画面烟火，就是演唱会。车的那个设计，这怎么拍的、啊？对啊，可以实时摄影吗？可以，如果摄影又在动，那空拍机，我直接拿直升机上去拍了。是加 ，I can 加快速哦，2018年，很厉害耶！它是什么？所以它是一个电影，这是纪录片吗？纪录片，2018纪录片，哎，真的哎。或许可以看一下，赞叹一下我。可他如果一两个小时都是画面，然后都没有任何的。文字或是说话，那我戴耳塞进去躺一下，真的，那就吃饱就睡了，然后爆米花吃完差不多了，徜徉在就是有这种很漂亮的画面中，跟我坐在机车上面看到那些差不多，然后醒来发现，哎、怎么还这么漂亮？然后又继续睡，已经，我刚刚来机车上也是睡着，我每次都是被机车司机叫醒，很多机车会睡成这样吗？从哪里到哪里啊？从中山到这里而已啊，很快，15分钟而已吧。你应该有塞车吗？下班没塞车，我都很快睡觉，然后很快就睡了，很快，然后很快就充完电这样。对啊，就一上车就跟司机确定完位置，然后有没有习惯的？没有，然后就会睡着。
到了叫我，到了然后就看到司机已经转过来，先生帅哥，帅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帅哥，帅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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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钱多少钱，你忙给他，然后下车就醒了，就醒了，然后就过来工作这样，真的非常辛苦，不错不错，好可怜，不会啊，不过你可以睡很饱，舒服，真的，深层网，下一个是泡澡就是愉快，我看一下。痛今天的影片都好好舒服，极乐汤，这也太来劲了吧！我要把那个脏污刷进去，找到乐趣就是这样，把脏污刷到，真的，哎呦，你们就泡这个，哦，爽了。他们这样子不对，他们应该要裸体。对，真的哎，至少穿一条内裤，对，至少穿性感的内裤，这样才会比较合理。而且边洗边这样，对不对？可是他们要开始洗。哇塞，有人这样子来泡的，我还不敢走呢。有人这样进我的店，我还不敢走。不好意思，我们看到你们就不想开放。不好意思，我们这边不能摄影。按票型的。也蛮赞的，日本是不是越来越讨厌人跟人交流了？应该是哦，这吃东西啊什么干嘛干嘛，都那种倔，全部都用按的。哦。透风水。哇。这一点太多了吧？滴滴滴滴滴滴，六万元。那最后被刷卡的话，你要按金额的时候。Massage， 好想去 massage 一下。这你们是思想还是行为？至少是这样。泡完澡，喝那个牛奶真的爽。我跟泡澡都很爽。快分，真的有好久没泡澡。Yes, we do。这是连锁的吗？是吗？是吗？啊？我不知道，因为我去泡温泉都是去那种就是。就是不是连不是没有不会在比如说好我住大阪我就在大阪泡温泉就可能旅游的时候才去泡温泉哦，因为我想说他们刚刚那种感觉就是还蛮有规模的，又有那种券啊，有什么干嘛？对啊，感觉就是连锁，是不是？它是连锁的，看起来有可能不知道，看不出来的，看不出来。下一个是大家还记得别府温泉乐园吗？第一波泡泡浴试营运系列启动，泡泡浴真的哎，真的假的？之前看那个游乐园嘛，还不请 LG 云霄飞车那个，而且还很认真的要做，为什么没有请 LG 代言？他们真的要做哈？不是对啊，开了是。哦，好有动感的穿着。哇！哇，这直接是泳装哎！对，这是泳装。那就里面就都是水啊！哇，感觉真的是蛮脏的。从这个，哦，都这样子哦。哇，那在云霄飞车做泡泡哦，里面就都是水啊！哎、欸，好好玩哦！看，原来水龙镜乐园。水龙镜。好开心哦！哇塞，那个泡泡有点帅啊！啊，坐最后一个，最后面点到都是泡泡啊！你想问最后一个的心情？哎、欸，这泡泡能吃吗？好美丽哦！不能吃啊！那这样棉花糖，那这样就不能叫啦，就是在云霄飞车不能叫。感觉滑出去，好恐怖哦！对啊，哎、欸，对呀、啊，会滑出去，好恐怖、哦！他可以这么开心，真是不容易。可是很漂亮哎！我可以在下面看。这对，这是我们看的很漂亮。你觉得你下来会多狼狈？应该不会像他那么简单。在上面看着就。所以他来做第一个啊。超怪的啊，这个市长。对啊，他想完成他的梦想吧，终于完成了。可是日本人真的很都很别府式，应该说很努力的推广自己住的地方。嗯，是啊，
日本人超级以就是住在什么什么地方为荣，然后如果是 promote 他们自己的那个都市或者是乡镇的那种行为，他们好像绝大部分人都还觉得蛮好的。嗯，所以自己的市长搞一个这个乐园，然后很多人就疯传，然后很多人会来旅游，他们会很开心。对啊，也是呢，就带动经济。奇怪，真的。可是在可是没有人会反对吗？应该还是没有人，没有人会说。哦，本来都安安静静的，然后什么干嘛干嘛，然后突然变很吵之类的。好，还是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一定会有。可是问题是就是你不能这样讲啊，因为就是很多都怎么讲，很多乡下的小孩子都跑到都市去，所以现在就变得很就是成绩对没有人，所以说他们也必须要有一个就是你知道互相沟通的一个的、哦、就是中庸的地方啊。哦，对啊，中庸的地方。对，我觉得做变差、啊。像比如说，我有时候开台在那边讲说啊，我们去哪里哪里玩，哪边真的好多人啊。比如说去什么什么地方的夜市啊，什么玩干嘛干嘛，然后都可能会有那个在地的观众说，人真的很多啊，真的很烦的、欸，他们住那边快受不了了之类的。对啊，台湾来讲这种问题比较多，因为台湾就很小，人很多啊，所以你就会在特别地方特别挤啊。而且就是比如说我住高雄，就会觉得高雄没什么好玩的地方。对啊，就是都会觉得自己住的地方其实也没什么好玩的、啊。对，是啊，我也是耶。为什么会这样、啊？就好像我住在淡水，嘿、hey ，大家假日最喜欢去淡水，然后我根本就不喜欢出门， oh. 因为都是人。哦、oh, ，是这样子、啊。对、啊，可以理解。会出不了城。是耶。对、啊，是啊，就你在地人会有不满吧？嗯，可是观光还是很重要的一环。对啊，就好像人家说、啊、淡水夕阳很好看，我每天六点钟每天都在看。那你是因为已经看腻了，人家也没看过，就是这种心态。创新的东西可能需要。可是我觉得日本人很骄傲哎、欸，就是我所谓骄傲是说他们对于他们的一些认同感吧。对，认同感、嗯、就对于比如说他是住淡水好，他就会说哦，我们的夕阳真的很棒。他会很有自信的讲出这些东西。小就算你到现场看，他说你普通嘛这样子，可是他们就会觉得很棒这样子。搞不好是教育哎、欸，就嘛，我觉得是民族性啊，民族跟教育。小时候好像也会有哎、欸，就是在学校的时候会教你说你住的哪些地方有什么特产，嗯，然后你就会引以为傲，嗯，很小的时候了，二十年前了吧，有，现在就比较没有。中立有什么特产？对啊，你看中外劳，对，哦。很多那边很多，那除了那不要那外劳的中介，那是外国外来的产，那不是真在地的。努巴米是也是。对啊，那你如果在地特色，除了就是在地特色、哦，有卖什么特别？中立有看过最多牛肉面啊，特别好吃的中立牛肉面。可是中立本身其实没有那么多牛肉面，我觉得没有哎、欸，比较有名的就那一两家，当然是有。嗯，可是就是。其他地方的士林鸡排可能比士林的鸡排还多，你懂那意思？我知道。对啊，哎，中立没有特色的东西吗？中立没有，你这样讲没有，应该是有特产啦，但是我就想不出来。像我们冈山就什么蜂蜜羊肉，对啊，你那边就蛮多冈山羊肉，是啊，那边就蛮有特色的。你在淡水哦，淡水就夕阳啊，夕阳不是你们的，淡水还有塞车。哎呦，还有塞车的地方都有，好不好？好奇怪，淡水特别恐怖，因为淡水进出就一条路啊，就是关，就是那一条要过那个关渡桥下。去淡水，然后去台北市这样子。对，不然你就要绕金山，然后走阳明山呢。哇塞，好可怜哦。不错哦。啊，终于出奇怪的实况组了，好像也还好啊。最有名也就你一个而已啊。对，哎，没有啊，航哥、啊。没有啦，是这样，你才两个而已啊，普通啊。哎、欸，老皮啊，他一直要把这样冲地吗？老皮不是桃园啊，差不多了啊。好，算了，下一个高度说服力的广告。高度，真的是高度说服力。开爬，哦。日本真的喜欢拍这种，就是用一些这种很激进的方式，然后证明他们可以。11个小时，他就爬11个小时哦，那真的很厉害，很强哎，真的很，而且真的是高度说服力，有多高？真的又有高又远，来拿走，来，好了，还好，今天用不太到。现在要来玩游戏，好，来， hey, 你要跟我们的大姚催狂魔打快打，就是催狂魔，
我手都被吹狂魔。打对，打快打旋风。好，你用用强强一就好。好，打得好你就可以宣传。好，来，好不好？那我打赢有什么好事？打赢就可以帮我宣传。耶耶耶耶，谢谢谢谢谢谢。好，合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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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合理合理。谁是吉他手快打挑战赛？你知道自然演员用那个摇杆，然后就拿起来，然后就真的。我放这哦。好，还是先放。好，放地上。准备一下，准备。哎，这可以拉过来，是不是？可以，可以，可以。啊，这个要这要投钱吗？是谁？谁谁谁？不是我。谁？是我吗？一定是圆圆。应该不是我，不是我，我拿奖快吧？谁救我？一定是圆圆。是我吗？难道？可以了，可以了。全部都。好，可以了，可以，可以。我想想，都可以动吗？哎，我选这个，我是一嘛，这是春丽哦，对，这个穿上也太厉害了，真的，我也觉得，都四十好几了还这样，真的，他这四十几岁啊，因为高晓松出很多年了，哦，他哎，不行了吗？没有，我还是没有连到，那瞧一下，刚刚是他，我们瞧一下，不好意思哦，好，你要切换使用者。哇！你都用什么角色比较好？我就是不就是那个吗？哪个？龙跟肯呢、啊？是吧？都有，都还在。对对对。这一集没有，这一代没有好鬼，对不对？有啊有啊有吗？有啊，最左边那个狮子头。哎、欸，这是新买的角色吧？这个、這個、原厂没有，对不对？我记得。对，原厂没有。可是我看到，好了，我玩我比较擅长的，毕竟我们还是要宣传。啊，没错。这按哪一个？请问？圈。上面的三个是拳，下面三个是脚。哦，这个不这样的摇杆不行，这不是我擅长的。你不擅长是用手这样。可以啊，可以。乱丢。这是衣服也太多颜色了。快点啦！你喜欢的。快点啦，逛街啊！好好，真的。哎，好。快快。看一下球，前面有个时钟，看一下几分了。是不是再混嘛？再混嘛？再混吗？老。所以你这是谁？我是欠咪的那个欠咪，二代的砍妹，这可以按跳过吗？哦，哎，又按了什么？又是我吗？难道你就按到血啊？那我要怎么关？按血，按叉，好了。哎，是我按暂停哦，暂停是那个，我刚没碰哎，他血儿是你按的，哎，我按的，我按哪一个？我们两个人一直在乱按东西，你知道吗？好，开战。好，现在是什么？我们的卡都可以，龙哥，顺便卡都吹狂魔，热血开炮。我来看看我们乔斯的波动全连发，已经把我们坎咪的血打到快一半了，要不要过来啊？好，远远的跳。哇！马上转身凹一个，哦，摇杆应该没那么快。不会，这个雷蛇的，你的手会破皮啦。哎呦，又凹一个身龙，连凹三个身龙。哇！穿心腿，干嘛？两边都在互凹，一个穿心腿，一个身龙腿。哎，我被打死了。没有，是你的，你了，凹一个身龙腿。我看你的动作好夸张，超夸张的。反正就是能敲什么敲什么，好，开战 ，Round Two。哎，这挺好哎。现在由我们的乔老师为大家进行。OK。那个真龙拳，对空中拳。哇，地板连续技。我听到我在装潢的声音。我怎么打？怎么打？往后搬，往前方向搬就会变防御了。原来。好，这边跳入连续两拳，跳入一个神龙连腿，后死。现在抢了，我们演员的守住态度，后跳，累跳，累累，有在休息，有，现在变往中间跳。好，我让多打两拳，我打，哎呦呦呦，不行，你要不要乱拳打死？我们现在演员在立起来，一刀击败。哎呀，就是。我跟你讲，你这样手会受伤，我跟你讲，真的，不止受伤，还没有效果。我记得以前我们小时候不是玩那摇杆的吗？对啊，我都戳到挡水泡，哎，真的。好累。好，谁是吉他手呢？耶，看来乔老师现在吉他手烂，超弱的。今天到底带的这个是什么？哇，今天带这个，其实真的终于可以宣传了。好，终于可以宣传了。其实这个东西呢，打赢会计师就可以。你们有？你们有看过战队系列的动画那种特色电影吗？有啊，可以帮忙打开，都可以开，快点。都可以开，真的吗？我来开这重点。
这个我今天带的是动物战队，其实它这个它是设计给小朋友玩的，可是其实它的这个卡通就战队这种东西，其实很多大朋友也喜欢。没错，没错，动物战队，没错。我打开这个，它是就它的遥控器，有没有？哦，遥控器哦，还有遥控器、啊，这电动的，这已经一个就好了、哦。对啊，它打开就好了，它不用装的。可是它就是很像魔术方块，可以变成你要的那个动物。就它就是八号，有没有？哎、欸，胶带贴死没问题吗？没有啊，另外一边是开的吧？两边都是贴死的、欸。是吗？那你就把它撕开啊。哎呦，反正今天就是要来玩的。我觉得好。哦、然后它的这个卡通里面呢，它就是主角就是这个一号，有没有？嘿，这个一号 one， 然后它可以用这个是召唤他们的东西出来。这也太炫炮了。然后它可以比如。还可以打电话？什么？电动的，太扯了吧！然后他就会，他就对，然后他也可以，因为他这个里面他是用数字，其实他有一半是设计给小朋友玩，所以他用很简单的逻辑，比如说你可以组装合体，然后你可以按你要合体，然后用一号、二号、三号，然后你再转方块，他就会。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它的召唤器，好酷啊！六三王炸过，然后我先开这个基本套组，我打不开，打不开哦，那你就开别的嘛，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努力，反正我们就是来把这个玩烂就对了。你看全新的哦，全新的哦，哎，它设计很漂亮，好，下班再跟你讲。你小时候玩过这种吗？像 Power Ranger 那种，有啊，合体战士，它、哦、就是这样。好，我小时候打开摔，真的、哦。可是现在这应该很耐摔，真的。很耐摔，有防水吗？这应该有防水。这是我小时候玩的那个机器人，它脚左右脚各是一台汽车。哦，对，哎对，有、哦。踩到我直接滑倒，摔到头破这样。难怪现在变这样。对，所以现在脑洞大开。所以你这样讲，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哇哇。然后像这个，我拿到这个就是它是主角，哦，所以它还是合体机器人啦。对，它可以合体。我一个一个打开。它现在没有铃，不能打电话。吓我一跳！老师，我玩都折断了。连这个都可以折断，你太厉害了！死暴力人，真的死暴力人。哎呦，这个狮子，我喜欢。你刚被折断了吧？我没有。哪有？哦，对啊，真的，那狮子看起来好棒哦。就是一号。我的这个是一号。我是三号，三号是方块师，方块很简单。然后像这个二号就是方块鲨，是鲨鱼的。鲨鱼，我喜欢鲨鱼跟狮子，哎，这个战队实在是太厉害了。我这四号，它其实是二号，然后啊，它可以变成狮子，变成鲨鱼。其实它真的很好播了，就是我也播不出来。你不是很好播吗？我来，你怎么这好？给你交给我吧，可以研究一下。这是要插进去吗？我是玩具天王，对，然后转。哦，它一个脸有没有？这个哇哦，颜值比没有，它有点像，有点像颜值比。啊，我这个是什么？你这个是，你猜猜看啊？这就是那个大象，大象，对，方块象，这是大象，方块鲨鱼，这里啊，这里鼻子可以拉出来，真的假的？哦呦，哦，可以拉多长？哇，这个大概鲨鱼，哎，那我们是，对，它就运用了，我以为我要把它抽出来，吓死我，去创作。然后我把这只合体给你们看，它可以合体成一个机器人。创作，真的，它好多可以合体的位置哦。然后，这就好，一号、二号，它就这样合上去就好了。嘿，然后它这个，它的卡通里面就是这样。哇靠！然后长驱直入啊，就这样。这音量好炫炮哦！哇塞，还拿一根小剑出来，小剑，好酷哦！就这样，帅吧？好帅哦，這個也太有创意了吧？真的，对啊，帅哦。然后这个还有一个更厉害的，这个超厉害的，雷霆组合全员变身。我今天带这一些全部加起来要快一万块。哇靠！真的假的？那不能用断哎，不能用断，真的也是不能用断哎。对啊，你可以用那个召唤出。哦，这个是里面的方块蜥，这也太长了吧？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它在这个卡通里面就是一个载具。它是火车的，对对对，它就是可以把大家载在身上，然后它也可以变成一个机器人。你看，乔老师已经从模型玩到玩这个玩具，已经没有什么好玩。可以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市场。这个我小时候看到，我一定高潮。
身份。我现在看到我就微博而已。哦，就很有那种森林非洲丛林。对啊，为什么它可以有一个音乐？真的不错哎，真的，我好喜欢这种东西哦。我在乱播。就是同一个字。咚咚咚咚。好，你看这个可以合体。这是河六号吗？就是犀牛啊。我也不知道是哦，是犀牛头啦。旁边。好了，总之就有这个很厉害的东西啊。然后是可以再卡上去，是不是？它都可以乱拼啊，这边的。好猛哦！哇靠，哇，是可以乱拼的。这个太帅了，可以乱拼呢，因为它卡绳都一样啊。所以说你就是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你可以乱拼的。那很聪明耶，这个九，到九是 九，一到九，然后你就乱拼也是可以拼在一起。对，然后它后面它这个说明书上面还画，还有还不止哦，你看哦。未来会出到220这样，超多，对不对？买到破产，买到破产。后面还有几个问号？问号，还没推出的机体，真的可以，这个是新的，好厉害。这个你说这个东西，这些东西是新的。你说我带来的还是这个系列？这个带来就全新的系列，是啊，直接给它开下去了。对，就它都随便卡哎，好屌哦！八号超人，哦，有死猴子哎。八号是什么？死猴子。是不是很好玩？这还蛮……这是狼，你看，这就会还蛮有创意的啊！就大家都可以弄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这个也可以，应该可以啦，应该可以。不要！哇哦！好，假装嘛！有假装。反正你说这个系列叫什么？就是动物战队，就叫动物战队。然后现在是主打商品，是不是？主打，就是因为现在。台湾要开始播它的这个特色影片哦，然后它刚好又是就是战队系列里面的第40代，所以这真的是战队，它每一年有一个战队，这个也是对啊。以前我们记得就是 Power Ranger 嘛，对对对，那个就是其中一代，就是恐龙嘛，对对对，那其中一代的战队。然后像这个，你看这角色，它也是有戴头盔哦，所以这也是一代。我以为是他们弄一个战队，结果它真的就是刚好其中一代的，然后是最新的这一代。那很帅，叫动物战队，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然后好像在卡通台是什么什么有在播吧，我也不知道。东森酷炫，对，这是有在播。东森就是动物战队，好不好？周边最大化，那可以在里面买得到这些东西吗？对对，我这边有卖哦。有需求找肖老师。电话？没有，不用电话，你是搜寻密斯特乔。密斯特乔，好吧，还不知道的，真的是。不是啊，我是要打。你在打，你在打电话。对啊，还有没有零？你说我现在要讲啊？是啊，可是他没有零呢。算了啦，可是我电话没有零啊，你可以打，我们叫2623-4345。看别的字卡，看别的字卡了，我们要来看感谢支持麦卡贝活动的字卡。没空没空，我们在看字卡。好，麦卡贝开播好多年啦啊！好，到8月8号，好不好？活动自己看，8888。啊，那自己看，那活动自己打 ，OK，QR code 自己扫。这是什么东西啊？就是一个活动，我们回馈一下观众的。好，好，继续用，多支持，哎，好，好。再来是精华好棒棒加泰金活动字卡，来。好，现在金额达到54870，会从赞助者中抽选一人，得奖者可制作想要看的宅道精华主题或段落，成为制作精华的一员哦。有。目前上面是2050。好，快了，快了。好，下一个是七月赞助活动，最后一周喽，七月要结束了。对啊，我每月七月就剩下七月要结束了。对啊，暑假就剩一半了。真的，本月份赞助金额达100元啊，就获得投图一名，50元四星宅泡面，最高赞助者可以获得宅周边，然后四星宅泡面5名，好不好？好，哎，好的，第一趴差不多到这边，耶。第二趴呢？要来看宅小物啊，跟乔老师一起，我们大家一起来猜一下这些怪东西到底要多少钱。好，好不好？我们先进广告休息5分钟，等一下回来，拜拜。